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最大的失望，现在也要救我们，一起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一起的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神啊，感谢赞美你，在约书亚记21:11-45，复习上次在约书亚记21:8-9，说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郊野按阄分给利未人，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给了利未支派歌辖宗族亚伦的子孙，因为给他们年出头一阄。也复习约书亚记14:10下说的，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这里说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为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业。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以上。这里看到祭司亚伦的子孙刚好分到也住在乌沙人的陶城希伯伦，乌沙人的是要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乌沙人的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里说亚提尔和属城的郊野，伊士提莫和属城的郊野，何伦和属城的郊野，底比和属城的郊野，亚因和属城的郊野，于他和属城的郊野，波士麦和属城的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亚什图和属城的郊野，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利未支派中歌辖的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年究所得的城，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基色和属城的郊野，基伯仙和属城的郊野，伯和伦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属城的郊野，基比顿和属城的郊野，亚亚伦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他那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歌辖其余的子孙共有10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将巴山的歌兰，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利未支派革顺的子孙，又给他们比斯提拉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又从以撒迦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属城的郊野，大比拉和属城的郊野，耶摩和属城的郊野，隐甘宁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亚瑟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
米沙勒和属城的郊野，亚顿和属城的郊野，黑甲和属城的郊野，利和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业中将加利利的基迪斯，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哈莫多尔和属城的郊野，加尔坦和属城的郊野共三座城。格顺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城共是三座，还有属城的郊野。其余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就是约念和属城的郊野，加尔和加尔他和属城的郊野，丁拿和属城的郊野，哈拿哈拉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流便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比西和属城的郊野，亚杂和属城的郊野，基底莫和属城的郊野，米法亚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加德支派的地业中将基列的拉莫，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属城的郊野，西什本和属城的郊野，亚谢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其余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年究所得的共十二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以上，感谢神，在利未的支派的子孙中，读到的有歌侠的子孙，格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利未人在以色列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还有属城的郊野。赞美神，在这上面，一个一个所读的，听起来好像是很繁杂无趣的，但是当纪念一个一个的城攻克了，一个一个的仇敌攻克了，得胜了，都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都是靠着他，在桑树林梢子，前行。并且赶走，他，是，得胜的旌旗，就是耶和华尼西，这么多的一个，城，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在他眼中看为罪恶满贯的，做的是非常邪恶的事的这些民，他真的对他们发烈怒。他也对以色列应许这些流奶与蜜之地，送给你们的，并且他，为他们赶出这些仇敌，现在这一段的时间不是一天完成的，一个又一个的仇敌，一层又一层的仇敌，一地又一地的仇敌都完成了，都攻克了。神啊，你真伟大，你真的照着你的应许实现了，使他们四境平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还能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里，神的应许一句话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啊，你是守约的神，你是信实的神，
你的应许必能做成。神啊，你那么的坚固啊，我们要信靠你啊，为我们每一个祷告，求神让我们每一个经过了这今天的信息，我们能够信心更坚固，知道你是耶和华尼西啊，得胜的旌旗，你是伟大的君王啊，你的能力至高，我们可以信靠你。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更加的加大我们对你的信心啊，我们爱你，也感谢你，也啊继续的为台湾祷告，赞美神，神使人对所拜的这些偶像产生怀疑，让人有机会而转而听见福音，而转而信靠耶稣基督，也求神使更多的人对所拜的神像产生怀疑，而让他们去思想，那些不能走、不能讲、也不能听，求神也使用我们每一个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